要借我一下，哎，我给你赶紧回看着。你这个地方一定要剪到，嗯、这个一定要剪 V 剪。你这个你剪切口，剪，哦，这个嘛是加袂到。通常若要搭起，拢爱用大剪刀，好。那我就过来这边好。你这个地方来，你变回来，来你看，会差别在哪？我就说老师说，帮我让他来看。啊，你我们这样嘛，你家因为你家在会动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若要这夹的水，你来搁变倒转，加了还搁变啊？你敢听的啊？宝贝，你提过来，我来讲。啊，我你这么你家你管这，我所以我讲哦，你们都不要用你这个，啊，我一直做。你们不要提笔了，提笔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提好贴嘞，我再跟你讲下一个步骤，我有讲啊。对啊，我就说有说，老师有说。啊，你唔好安尼火烧满纸，一直提一直提。我就是看同学翻的，我才讲，哎啊，不是封好要先给老师看，然后再翻啊。你个搞共没有？你这样呢？唔够多海水，未搞过。我的困你要困。哥哥，我是爱哭的小哭。因为你们呢，有很多东西，我喜欢。你们来现场学的，是要学那些美感。我你哪种看册，你都一直听的，拢嘛无啥物迄落嘿，你都就是按照咱的迄落，都一直听的。你这个所谓的美感，你都拢做袂出来。我讲的就是吼，应该完全变回变成变出来，变一点啊出来用的，就是我。我们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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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变轨，你看看，我都还没有，都没有任何的这样，我们东西的作品呢，那个美感的装潢弄出来，我有的，啊、哦，就是那么证明一定爱做到这个水平，你物件就是最高级的东西，啊、哦，有一个学员讲啊，我伊拿做包包啦，哈、哦，阿姨伊妈很讲，啊，你这件怎样哦？爱偌济钱啊？伊就讲，啊材料都偌济啊？另外讲，啊无菜钱，我来菜市啊买一卡一百块就足好看啊。伊妈拢甲伊讲安尼啊，伊妈妈在迄落乡下欧巴桑都嘛安尼有，其实乡下欧巴桑都有就好啊。吼，因无遐要求，伊个妈讲妈，伊一百块好我这边平整。尤其那个学员工又很好。伊就甲妈讲，妈，我这个不是你种一百块的物件啦。伊妈拢甲伊讲啊，做安尼，几个月才做一卡袋啊，啊，搁遐尼贵，我来菜市啊，一卡一百块就活甲欢喜个。好，缝完之后再剪啊。然后你们通常这个是所谓的 ducking 哈，这个是叫做剪切口，剪切口一定爱用大剪刀。一下得了，那江姐都绝对无法期待。你今晚咧，你今晚该变回，你今晚变回，你明天就看，你变回了，你的发现，这整个美感完全都转换。好，要这个动作，好，啊，然后呢，就开始上口型了，好。